很高兴今年荣获模范父亲。小孩子放学之后还要煮饭，还要洗衣服，让他能够有一个国际视野，能够追求他的梦想。懂得就是要怕扁就对了啦。其实真正在我的家里后，后面的推手后还是老婆，顺其自然啦、啊，一年这样就过了嘛。他们还没起床，我就去工作，回到家就已经睡着了。108年度庆祝父亲节暨模范父亲表扬活动正式开始。秋春所选出的模范父亲邱江南先生，立秋村前任村长，任职两届，无私奉献于社区。高永尚先生从警界退休后，则从事农务工作已有4年时间，并于108年荣获模范农民奖，会积极配合参与社区文化健康站的活动。刘金川先生为虔诚基督信徒，谦卑福顺，关怀有需之人，发挥所长于教会、部落、社区，热心参与公共事务。本身身为部落头目，辛勤照顾部落弱势家庭。卓敬丁先生现为振兴番荔枝产销班副班长，与班员用心经营，并且多次荣获本乡产销班评鉴第一名，并时常将所种植的作物、农作物与部落村民分享。恭喜！张金雄先生遵守村内相关事宜，均能主动配合村内各项活动，待人亲切，态度随和，与村民相处融洽，保持良好关系，处处为他人着想。许光辉先生担任嘉兰村林长25年，凡是村子的大大小小的活动都非常热心参与，多做事少说话的态度，给予我们晚辈做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再次恭喜。方先生在老师及家长们的眼中是个热心助人的好爸爸，总是积极地参与幼儿园的各项活动，以身作则，是为模范父亲之典范。恭喜！父亲的爱如山，我们总是看见父亲真的就是我们家里面的靠山。我希望我们现代的爸爸要敢于表达自己对子女的爱，对老婆的爱，对村里的爱，对乡亲的爱，只有把爱说出来的，才是现代的真男人。真的乡公所很用心呐、啊，很用心。一个椅子，还有一个模范父亲。